昨天那个女孩。哦，不认识啊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哦，没事，那个朋友发信息呢。啊。我还以为昨天那女孩是你朋友呢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啊，是吗？没注意啊，好像是吧。下辈子再续前缘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那个你先上去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操，啥情况呀？你干啥呢呀？你有啥想不开的呀？哎，这次我可没碰你啊，我不就昨天不小心碰了一下你的手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行行行，你先别哭行吗？你先起开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不是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咱俩认识吗？啊？对呀，咱俩又不认识，你跟我演哪出呢？这是？你是哑巴吗？能不能说句话？不说是吧？臭毛病！还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女朋友，以后不要给我发这种无聊的信息了。微信删了啊！又干嘛呀？你长得像我男朋友。长得像你男朋友，你去找你男朋友去，你找我干嘛呀？他离开了，你去找下家啊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他一年前意外离开了。你的意思是？对不起啊，但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？你说，人离去了，真的会在月亮上陪着我吗？我只是想把我对男朋友的思念寄托在你身上，可以吗？你喝醉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